哎呦我天，王叔，打个大单。哎呦，王叔，哎呀，街坊邻居们。这王叔啊，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哎呀，着急忙慌叫我来啊，让我盛装出席。你瞧瞧，我都打扮成这样了，这是俩门童啊，咋的了这是啊，王叔？那个叔叔是这么回事啊，黄小娟，那黄姨啊，黄姨怎么的？他那个儿子和儿媳妇一会儿要上俺家来看看。哦，你说我就盼着王小倩那个贼胡咧咧。哦，到时候我们一着急咧咧不出来，俺俩就得找一个会咧咧的来。二犊子，哎哎，你不是传说中乐乐界的高手吗？那要说乐乐，没谁了。王叔，找我你就找对了。那我听明白了。今天黄姨的儿子和儿媳妇来，那可不是一般的造访，那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造访。我告诉你，那是来考察你们家来的。如果今天考察不合格，黄阿姨都不一定进你们家的门。所以说，今天人家客人来了，你的举止言谈一定得注意啊。二姑父啊，你放心吧。啊，我们单位怎么培训我的，我就怎么培训我爷的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我跟你说，这孩子这会儿可出了大力了，我也啊，一许没睡，给俺俩累毁了，那个汗还呲呲往下淌啊。哎妈，孩子，剪辑我，这特别累。你这么说话可不行啊。怎么了？一股海鲜大排档的味儿。你跟街坊邻居这么说行啊？你跟人家客人，第一人家听不懂，第二显不出咱们家的档次。我怎么说话有档次？你最起码得说普通话吧？我这不是正宗的普通话吗？哎呦我天哪，你这还是普通话呀？嗯，你这样，我给你提个醒。嗯，你看过话剧没有？话剧我看过。行，王叔就这么说话。嗯啊，还有啊，人家客人来了以后，人家不管提出什么刁钻刻薄的问题，咱们一定顺着人家说俩字儿，好的。哎，怎么都是好的啊？问你们，你们不会答不要紧，看我，我来回答，明白不？好的。家里有人吗？来了，准备。这个阵势好像不对。来，请进，请进。不是，走错屋了。你傻呀？你以为你爷爷就是叫隔壁老王啊？来了，我就是王光明。我上学的时候叫小明，等同学都谈恋爱以后，我就是隔壁老王了。爷爷，你这名起的霸道，俩名人。行了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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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用换血值啊？不用，不用换血啊。对，进进进，我又来点儿，我又来点儿，我多来点儿，我多来点儿，这回十六了，进，再来进，照顾进进。你停，你俩在这儿倒车呢？什么玩意儿这是？我说有点不对。你好。哟，我要是没看错的话，你就是王光明先生吧？你俩还真看错了。要来考察来。哎，这不他知道他儿子办事钻牛角尖儿，他不放心，就打发我过来看看嘛。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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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黄小娟大妹他儿子，他跟我说了，我认识啊，不是他呀？那您说那是我大哥，我是老二。对，这孩子是老二。我想起来了啊，黄大妹子曾经跟我说过，说他有个二儿子，说专门整那个餐饮连锁店的老板。对呀，是你吗？就是我呀。我妈跟我说这事儿，我寻思我过来考察考察看看，要不说全都腐蚀的，不仅同意他俩的婚事，我还要出钱把咱这个咖喱汤这店儿给他做大做强。你看这多好。但是看见这位大爷以后，我才知道我这么多年是白活了呀。今天真是充斥了我的眼界，扩宽了我的人生啊。
我跟你，我今天我考察的最后结果是非常不满意呀、啊。你不满意就对了。嗯，你要满意还麻烦了。咋的？我不是这个店的老板。你不是老板，你那谁是老板？但他干啥？嗯，我是。对他。您是这个店的老板呀？哎呀，我的小大爷呀！孩子，淡定点，你听我给你捋捋啊。如果我说是如果 啊，您说，我就是这个嘎汤店的老板，哎，那我跟你妈的事儿，双手赞成，双手赞成啊！太好了，亲家呀！这不是圆满的结局吗？大爷，您听我的，今天您这店也甭开了，跟我回家，咱们娘几个吃一顿和亲饭。哎呀，傻孩子，咱本身就是开饭店的、啊、干嘛回家吃和亲饭呢？那就是啊，咱就在这儿吃、啊、一会儿我叫个滴滴、哎、去把黄小娟，不是，把咱的准新娘子接过来。行，走，接我妈，接你妈，接你妈，亲家、哎、祝贺啊，祝贺你、啊哎、你看我来店打工那个事儿，你来我的店打工那事儿 啊，哎，你妈最近挺好的，一会儿您就看到了，快走走，记住一定要，哎，一定。哎，老伴儿，你说我上这儿干是不是挺好？哎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呀得回家化化妆，烫烫头发，他俩的事儿要真成了，我得给他当伴娘。那就你那模样，你要能当伴娘，我就能当伴郎。现在我也回家，烫烫头去。亲我干啥呀？我喜欢你。你喜欢也不能亲我呀。哎，别别，我亲，看你咋这样？美女亲一口就亲一口呗，有啥不乐意的呢？我亲你，你乐意不？我不乐意。那这不就得了吗？你亲我干啥呀？给我赔礼道歉。我喜欢你才亲你。你是不是傻？是不是傻？你瞅瞅你那基因，你要真娶了她吧，给你改改，那不比整形来的彻底吗？你桃花运来了。这哪是桃花运呢？这不桃花节吗？你不能喜欢我，你要喜欢我你就遭罪了。谁说的？你温柔热情，幽默浪漫，懂多多，会做饭，这样的男人很少见。我一天就知道玩，会玩的人才浪漫。我从来不干有意义的事儿。那你是干有意思的事。我天天在家待着。哦，你是个顾家的男人。他疯了，他疯了，他赶紧救救我吧，他疯了啊。那个什么大山，你听我说啊，他吧，他确实不咋地。有一回吧，他说请我们一帮朋友去吃饭，等到买单的时候呢，他人没了。你说他多不地道什么的。是你们的不对，为什么要让他请客？不能 AA 制吗？这个我是发啥的，你听我说啊，你指不上我，你知道不？我胆小，我根本就顾不上你，我保护不了你。我见着毛毛虫我都吓得哭嗷哭。哎呀，不哇，你好有爱心，小饼干，准备聘礼吧。既然这样，我跟你说，我就实话实说了，我已经有女朋友了。谁呀？啊！怎么了？哎，别听他，我不是啊，我不是啊，你撒开我！你多好的姑娘，你好！哦，我明白了，你喜欢小米，小米不喜欢你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还有戏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干啥去？我回去给我爸爸打电话，让我爸爸明天来看他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的妈呀，这个咋整个？小米粒，我爸我说的这么坏他都喜欢我，这真应了那句话，男人不坏女人不爱。至于吗你啊？小米粒，你救救我吧。我咋救你啊？当我女朋友。媳妇儿，别闹，抢红包呢。哎呀，热。哎，老公，哎，我觉得你今儿穿得特别帅，是吗？哎，小花，哎呀，
逗我玩呢是不？没有没有，媳妇儿，我是希望你能把这个红包给我填满。滚犊子！你要干啥？不是，我今天得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。奥运会闭幕式啊？开玩笑，不是。残奥会开幕式啊？不是。那啥仪式啊？小事儿。啊，小事儿，你就自己拿主意，对吧？不要跟我说了。我这一天天挺忙的。这什么耳朵呀？不是小事儿，是小事儿的事儿。小事儿。啊，小事儿的事儿啊。对喽。那就不用去了，没好事儿。哎，哎呀，不是，哎呀，我说媳妇儿，这事儿我必须得去。你说你认识这小事儿吧？一年到头净是事儿，不这事儿就那事儿。我是看明白了，就是钱的事儿。不是，你说，哎。你说我到朋友那儿去，我不得花点钱呢？再说了，我也不白花钱呢，我还喝人家酒了呢。三瓶老雪值500。瞎说，我有回喝4瓶呢。你被人吐回去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小四儿是我发小，那不一样。行了，发小多了，没几个发小像他那样的。不是，我今天必须得去。我告诉你，小四儿家这个事儿，这个仪式比较急。什么仪式啊？揭盖仪式。不是，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，我就听说过什么揭匾仪式啊，揭幕仪式啊，什么玩意儿是揭盖仪式啊？媳妇儿，要说你这头发长见识短啊，你就跟我参加的活动太少。揭盖仪式很好理解嘛，小四儿他们家卫生间原来是蹲坑，现在改坐便了，第一次使用那不得把盖揭开吗？切啊！什么车？什么车？80万？这个80万，这个80万啊？哪有那么贵呀？啊这车提车也就30万啊？啊？30万？30万？哎，这么着啊，80万一辆啊，有几辆我要几辆。来来来，我整来。这你说的啊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整来来来，我哎，我这正好有一辆，卖你了。来，拿钱。搁哪儿呀？哎，来80万，快拿着。哎，咋了？这车是你的呀？这要不还是你的呀？不是，我这……哎哎，那个大哥，那什么，他们给你车撞了啊，赶紧让他们赔钱。那什么，我先走了，你站住，站住！那不是你的车呀、啊？哎，我没说是我的，那个这个车是我的。哎呀！在那边跟我们叭叭叭叭叭叭半天，还让我大姐夫给你道歉，凭什么给你道歉呢？这我得先走。你别走，你过来，把车推过来，推过来。好家伙，不是你的车呀？啊，真的啊，哈着呢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告诉你，那个关于你乱倒垃圾这个事儿，你回头到物业去，我重新批评你一回。不是，不批评完了吗？那不行，刚才我给你道歉了，所以前面批评的就不算了，重新批评你2个小时，知道吗？另外，这自行车是你的是吧？啊，谁让你停这儿的？好的，好的啊，咱们物业3令5申、嗯，这个地方不让停自行车，只能停汽车。为什么停这儿啊？你这样，你现在马上骑自行车到物业等我，好吧？我对你进行严肃的批评。另外，通知一下你的家属，把晚饭送过来。送晚饭干啥呀？因为批评的时间很长，去吧，到物业等我去。是不是什么玩意儿？该呀，也太不像话！这不吃饱撑的吗？这不是气死我！高经理，张总，这谁撞？你撞的呀？那个我，我那个对，那个、我大姐夫撞的。哎呀，你这没事儿，我刚才看了一眼，啊、我这摩托车结实，啥事儿没有，是吗？把你那车撞了掉一块漆。哎呦，你放心，对，没关系，这个拉我修理厂去，我全给你修了。哎呀，哎呦，好事儿。明天我就开过去。好嘞，哎，哎呀，张总，是，不好意思啊，没事，把您这车碰一下。那个，另外呢，我还得提醒一下您啊，您看，咱们这个地方啊，只能停汽车，这是汽车的停车位，自行车、摩托车什么都不能停这儿。赵经理，你放心，我今天有点急事儿，上楼去拿个东西，我就马上就走，我下回肯定不在这儿停了，我给你道歉。哎呦，师傅，你看看是。
这就是品质。对，张总啊，哎，你的为人我太了解了，您说这话我相信。这刚才确实是挺危险的。您看您这个摩托车停在这儿，顺风刚买的新车，不知道他一站，啪就把。谁？谁？你刚说谁？顺风啊，我是不是多说了一句话呀？你一直在多说话。到底谁撞的？二米啊。啊。你看某些人哆嗦的程度，你还看不出来吗？钱顺风，什么时候能改改你这毛病啊？啊！别嘚瑟了，自己嘚瑟回家嘚瑟去。二米，大姐夫，哎，救命啊！媳妇儿啊，媳妇儿，这怎么弄啊？这个，这不行！那个二米，那个我说错了。那车是我撞的，跟顺风没关系。艾米丽啊，你手下留情啊，这不怪钱顺风，那是我骑着摩托车撞的。亲爱的邻居们，大家好。来了！子弹没紧，你叫你慌啥？你他妈没出息你！有人在家吗？来了。大美你好，撒开！我看你这么臭美，大美在后边呢。哦，对不起，认错人了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他搁这儿呢。大美小姐，你好。看着我都没认出来呀。我是不是照片 P 狠了？不，千万不要责怪自己，是我没看出来，我的错。不，肯定是我照片 P 狠了，真对不起，那软件我刚用，我不太熟。不，跟软件没关系，是我眼睛的问题。不，是我脸的问题。我眼睛的问题。是我脸的问题。对，就是你脸的问题。那咋整啊？别急，我今天给你准备了一样小礼物。啊，是吗？王倩，看见没？这在我们女孩眼里，这就特别绅士。在我们男孩眼里边，这就叫絮叨。你老欺负我爸爸。我什么时候欺负你爸爸了？娘，你说的对，你就是总欺负我大姐夫，你就是踏着他的肩膀，踩着他的鲜血，薅着他头发穿上去的。住嘴！我的天哪！我怎么了这是？大姐夫，你打算这个扮相跟着我去见这张总啊？你要把他吓死啊？你是准备就这个造型，晚上跟我闺蜜玩 cosplay 呀、啊？爸爸，你怎么像电影里的海盗呢？啊，爸爸就是海盗，爸爸是加勒比海盗，刚就是什么乱七八糟，赶紧换衣服，咱走了。站住！钱顺风，干什么？今天我要说说你。干什么玩意儿你？怎么了？什么你怎么了？啊！你看你那样吧，你有点什么事就挤着你来，家里边就不能来个人。你看你嘚瑟的，一进来以后，我们家首富是谁？我付的。喊什么喊呢？换个词儿行不行？就是你以后说话能不能注意点儿？还有你，你比他强不了哪儿去。你说你老大不小的了，懒得吧？酱油瓶子倒了你都不知道扶一下，就你这样还能找婆家吗？找个六过瘾，给你点个赞。还有你，你看你这两年变的，家里边所有人都围着你转，你想干什么就得干什么，一点商量都没有。还有你考试的时候那个前前后后，你看你那个样吧，考试前我连一句话都不敢跟你说，你说跟你说多了给你巨大心理压力，考完以后我还不能问你成绩考得好坏，你说反正已经考完了，为什么已经没有意思了？最可气的是你考不好了，我还得表扬你，我还不能批评你，我还得说闺女考得好没问题啊，考差点不要紧，
爸爸就喜欢你考差，你考得越差爸爸越喜欢你，你说这爸爸当了有什么意思？爸，别叫我爸，叫我加勒比海盗港。大姐夫，别叫我大姐夫，叫我加勒比夫。加勒比夫啊，别叫我加勒比夫，叫我大姐夫。到底叫你啥？